秦总，还有一小时就到市区了。秦总，您已经5年多没回家了，现在心情一定非常激动吧？前面靠右停车。秦总，您这是要？秦总，您要？在车外面等我，转过身去。秦总，您这是您怎么？什么都不要问，你们啊，先回宾馆坐下，回头我联系你们啊。可是您怎么穿成这样？哎，秦总。吃的情况。等一下，买点烧饼。来，谢谢啊。老板，5元土吗？给一根，太干了。来，哥们。哎。谢谢啊。等你来的。不要钱，光要饭，这才是要饭的。大哥，哎，杨兄弟，你可回来了？兄弟，这怎么弄的？怎么变这样了？没事，不挺好吗？哎，嫂子呢？嫂子赶完还没回来呢。哦，这是这是你二叔，这叫二叔。二叔。哎，乖，长这么高了？这是我兄弟。经理，啊，咱妈的房子卖了，那不头几年，老三不要结婚吗？啊，把咱妈的房子给卖了，给老三买楼了。那咱妈住哪？有天晚上，唉，咱家的灯坏了，咱妈也得起来上厕所，不小心飞倒了，摔倒了。嗯，我说你大嫂
把他送到医院。以前他大夫说没有大事。哦，那就好，撑着撑破这皮儿。我跟你嫂子商量商量，让咱妈在那待一晚上，观察观察。咱妈妈死活不愿意，她非想回来。回到家第二天，她什么都提不起来了，只认识你大嫂。大夫说是宣讲成失忆症，必须有专门的伺候，要不呢得找个保姆，要不是转人凑。那么咱家这个条件你也是知道的，后来一商量，让那大嫂凑了半年多。可是我一个人在外打工，得养活一家四口人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最后把咱妈送到养老院去了。送养老院去了。这么多年我也不在家，我知道的。二弟，来喝酒。哎，好。哎，二弟，你多吃菜，快。哎，多吃菜。老师好。二弟，哎，哥你说，我看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在咱家乡找点活干吧。你现在也不小了，不能像以前那样挂箱子开公司赚大钱的梦了。咱老亲家非常压根都没长得可好的。哎，要不你明天跟你大哥上工地去看看，你大哥和那领头的可熟悉了，让他给你安排个活啊。你弟兄俩在一块儿也有个互相有个作用呢，行吗？赶紧大嫂留意给你找个媳妇搁那成家立业。哥嫂子，我呢过几天我就走。二哥，二哥，这些年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会成这样？咱妈那房子呢？房子卖了。卖了？那咱妈住哪？住养老院。住养老院？老妈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，你却让她孤零零一个人住养老院，你这是房子不够呀还是钱不够啊？啊，不是二哥，你凭什么坐这里说我？这些年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大哥还有秦宇，至少我们仨还照顾过妈，你呢？
他谁呀、啊？我二哥。以前哥们跟你混的时候呢，你还有点点子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哥哥想带你玩都玩不了了。来，哥们抽根烟。姐，这钱你拿着，我都买点好吃的，买点衣服穿穿，也是哥们儿我不忘以前你帮我的旧情。说实话现在真的想帮你，但是哥们现在接触的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想带着你玩都没办法。两厘米，我保证这药你买吃之后一个月长两厘米。两厘米，你这，那你手术啊？不，你不买啊？也不高吧？不行了，哎，你不买行啊？那什么数字？哎呀，什么人都有啊！哎呀，不买。哎呦，什么人都有啊！哎呦，什么人都有啊！是啊，家伙，小厉害哟！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！秦哥，我郑浩，江浩，哎，秦哥你老六，就这样一身打扮？欢迎来大宝。啊，这秦怎么了？不认识吧？秦好吗？咱六兄弟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去要药呢。这样哥，我请你吃饭，走，咱吃饭去。您是不知道，我前两天还有女朋友呢。嗯。哎。
现在没了，被他们家抓回去了。抓回去？是啊。怎么着？他们家嫌我没钱，嫌我穷，买不起房子。啊，好。你月工资多少钱啊？600块钱，加提成。哦。哥，你也知道，我人比较实诚，不会忽悠人，所以提成基本上也拿不着多少。哎，哥。哎。你现在不是没地方住吗？要不住我家吧，反正我一个人也方便。兄弟，你呢？住我就不去了。我过几天就走。你要真想帮哥，有两件事。你说说。第一呢，你借我500块钱。另外一个呢，你可以给我帮忙办一件事。哥，只要弟能办到的，弟一定办。5000块钱我没有，但是，我手里只有2000多，我先借你2000块钱。剩下3000块钱呢，我上朋友去借。但是哥，我不能保证那3000块钱一定能借到，你看这样行吗，哥？哎，成，好兄弟，来来，干一个，哥。209是吧？对，209。哎，对了，啊，别点那么多，够吃就行啊。不用问了，哥，真的啊，不用问了，放心吧，坐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服务员，咱请小哥。自从秦军走了以后，我们昨天这一块聚了，我有点认不出来你了，没办法。我们还有错的人。我，你可回来了。哎呦，多少年没见了。你干嘛去了？因为一来心情就没了。怎么还不欢迎我？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来，那么前几次才咱们……怎么了？你怎么穿的像要饭的？不是给要饭的呀，就是要饭的。坐，喝水。我把钱给你。这样，如果有需要增加的，除了我过来结账，其他的任何人都要结。行吧，好的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您收一下。800整。啊，好，你说好啊。嗯，好。你这次要饭回来了？我秦军以前没骗过人，今天乃至以后，更不会去骗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出来看。听说杨哥他们走了。走了。对，一起走了，两人一块走的啊，一块走的。去他妈的，还没走上来，我们一块走。
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个王行长，弟弟企业急着用钱，这个500万的贷款，你看什么时候能给办上？50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我必须要考虑一下。那个王行长，您别考虑了，别研究了，弟弟企业急着用钱，必须要考虑。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星喜集团董事长秦斌先生。秦先生，你好。大家有所不知，秦先生一回来就为家乡投资了2亿元。但是，当我们电视台想对秦先生进行采访的时候，他却轻易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。四百多亿元，说实话，秦先生，在您入行以前，我仔细的看过您的创业故事，知道您5年前只身离开故乡，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，到现在一夜资产高达数亿。退房了，都怪你！我说昨天来你不来，非要今天来。你可爱像小鸟，你识途像小马，你出色的像蝴蝶，你勤劳的像蜜蜂，你什么都像，也难怪大家都叫你禽兽。喂，钱哥，秦斌啊，你见到你二哥了吗？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我二哥他走了。秦总，所有的文件都在这里了，请您过目。另外，您让我联系的治疗失忆症的医院，我已经跟美国那边联系过了，他们说这周会给我们回复。好，很好。对了，昨天您跟王局长吃饭的时候，您哥哥来过，他让我把这20万给您，说他留下10万就够了，并且让我转达您，老妈他们会照顾好，请您放心，而且请您在有时间的时候常回家看看。哎，对了，周秘书，人事部那里还缺个副手，找到合适的了吗？还没有。你帮我接通王经理电话。哎，王经理你好，哎是我。这样，人事部那边我给你推荐个人，叫江浩，基础不错，哎，他经验不是太多。回头我让周秘书把相关资料发给你。哎，好，你看着办吧，再见。秦总，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，但是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说吧。您为什么要以这样一身着装回家呢？当你荣华的时候，就在你身边的并非全是家世，但当你困苦的时候，留在你身边的一定是真人吧。